若不曾触碰你的体温，怎知晓朦胧里情宿舍，窗苍茫灵旧小梦纷纷，殊途同归温存。用何席镌刻新的年轮，眼神里是默契的成寸，思念如星辰交有情人，相伴相惜为证。我以一次生共度笑对漫漫长途，只愿长夜伴你共享幸福。梦里朝暮目光如诉，窈窕小路也心无反顾。我与你此生共度笑对漫漫长途，生死契阔用相守来倾诉。风随花舞与人草木，一生一世牵一人的手，不辜负。为何对你们手下留情？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匕首，你喜欢吗？那我再做一把送给你。正好赶上你的生辰，送给你。你没事吧？
根本就不想杀你，就像你也不想跟我们动手一样。看你们仍然这么做，就像我对你们动手一样。动手！我不会这么做的。接下去的路你自己选，是要救齐族子民，还是保这个苏九儿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哈，走。哎呀，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怎么大殿下也失踪了？谁知道？闭嘴，不准妄议大殿下。来，小心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有士兵，快退下。走，继续走。这九霄城还回得到过去吗？回得去，当然回得去。苏九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乱想，必须可不好好活着，听见没有？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不要被木爷影响了，以为只有那一个法子，肯定还有别的方法的。别聊了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突然消失，我还以为你被人掳走了呢。哎，就是被人掳走了。啊？但是呢，韩正救了我啊。哎，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一回来都变成现在这样了？哎呀，你们到底做什么去了？是跟城里大殿下的失踪案有关吗？没有，娘，没有关系。回事儿？他们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啥事儿嘛？我问你啊，娘，解药研究出来了吗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解药哪有那么快呀？可汗，你去督察卫把阿布叔带过来吧。啊，阿布，九儿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要那么紧张，我只是在想，火种在我这里，既然我能解韩征的毒。说不定也能解他们的毒，试试看嘛。哎，火种，什么火种啊？没什么，娘。可汗，快去吧。哦。
喝点水。他竟然真的对同族下手。我也没想到朔北居然有这么多族人中毒。此事一定不能让九儿知道，否则他一定会干出傻事的。可慕言这么一走，解药就真的只有火种了。我不信，还有时间，一定还有什么其他办法。郡王爷，你找我？嗯。今天在长兄慕言房里找到的。你若是不想要，我就拿回去，或者销毁也行。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影响当初的好。长兄，你跟长嫂当年是怎么确定心意的呀？我们二人从来没有互相道明过心意，虽然过去我们常常见面，但是我却从未将心意宣之于口。直到阴差阳错下，他误以为我要同别的女子缔结婚约，对我态度大变，不理不睬的，我才发现他是吃醋了。原来他的心里也是有我的。王爷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在我们齐国流行过，你是怎么会的？我夫人很喜欢他，我经常陪他下。我听人说起过太子妃的事，她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。嗯，在我心里当是无二。先皇妃跟我同一日生辰啊？这也算是一种
莫名的缘分吧。生辰快乐。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兵刃相见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一天。我说如果呢？我想我会选择离开吧。原来你说的从来都是我和你的故事。这世上好像再无你的消息，希望你能放下一切过新的生活。好转了，真的有好转了。怎么了？我拉了阿不舒整整一天的时间，他终于有好转了，你快看看。是啊，脉象也在好转，不像之前那么平缓无力了。的确，真的好了很多。这么说，阿布不用死了。是啊，阿不舒不用死了，我也不用死了。我们大家都不用死了。苏九儿。啊。你怎么了？我们出去说，走。来，坐下。你怎么了？这不是好事吗？什么叫你不用死了？难道你还真想把火种给挖出来啊？万一木爷是骗我们的怎么办？你还要用命来验证吗？笑什么？好了，殿下，你一口气说那么多话累不累？不累。好了好了，来嘛，殿下，消消气，不要生气嘛。你就放心吧。保命第一一向是我的一贯作风。再说既然我跟阿布叔接触可以缓解他的毒，那就说明对其他奇人一样是有效的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去火种呢？九儿，你一定不要有牺牲自己的念头，这世界那么大，一定有其他解决办法的啊。是是是，知道了。哎，折腾了这么一遭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因为火种的力量才让十年前原本应该死掉的我活到了现在。现在还有我呢，我可以一直让你健康长寿。啊，不对，不止，我可以让你好好的开开心心的活下去。嗯。哎，你说为什么我只要一跟你接触身体就会有好转呢？火种本来就是血旗一脉相传的圣火，而我又拥有最纯正的血旗的血脉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每当我触碰到你的时候，火种的力量就会增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抱歉啊，发展火种这么多年。什么呀，你现在不也正在用火种来帮助大家吗？可是眼下中毒的奇人那么多，以后估计我每天都要拉很多人的手，什么都做不了了。等我到了督察位呢，肯定是就往那一坐，手往那一伸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排着队来拉我的手。我一天应该能拉200多号人。哎，你不会吃醋吧？那我就暂时先把那只手借给他们，这只手还是得归我，你保他们的命，我给你健康长寿。嗯，真希望这一切可以快点结束，这样就可以在月下庆会的时候带你回朔北。月下庆会？好呀好呀，我上次听你们说完，我就一直特别想去。在月下庆会，我要向世人宣布，我韩征与你苏九儿结缘。
在月神的见证之下，两个相爱之人许下诺言，便是终身之约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你们情人可以活200多年，我没有办法陪你白头偕老了。那我就不要活到200多岁，我只想一生一世守护你一人。你不要瞎说。我没有瞎说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可以为了你什么都可以放弃。你这几天也没吃没睡的，一定累坏了吧？要不你回屋睡吧。嗯，我不要。哎，坐下。不是，我呢就想好好的坐在这里，安安静静的跟你待一会儿。好。哎呦，好想吃好吃的呀。还有，我要糖豆子，泡澡糖子。那我明天就带你去。嗯，明天就去。月下庆会的灯笼是点给自己心上人的，你要点给谁啊？是给过去的人。你的灯是点给谁的？当然是送给我心爱的人。你的灯送给谁啊？当然是我的石路青了，因为我还爱着他。我的灯当然是要送给我的季华儿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赶快出来。你怎么不出来啊？九儿，九儿，你出来啊。九儿，
你哭什么？殿下，提醒了。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你干嘛呢？你毒解了？你再睡会儿，殿下。九儿呢？你说话呀、啊，九儿呢？殿下，九儿。殿下，哎，上面那个，小心点啊！好嘞，来喝口水歇一下。来来来，来来，喝点水，我帮你。多谢多谢。辛苦了啊！没事。来来来，师傅们喝点水了。来来来，辛苦了，喝点水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老板，这里昨日还是一片废墟呢，怎么恢复这么快？什么昨日？我这房子都修了三天了。三天。九儿，你醒醒，我来了。你醒醒呀，我是韩昌。就可以缓解他，为什么一定要把火种取出来呢？那时候九儿就发现接触没有用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出火种，怕你不同意骗了你。不可能啊，阿布不是已经恢复很多了吗？那是伪装，我炸了他今后的穴位。观星台上的那个水壶里面下了迷药，所以我才会昏迷了三天。秦大夫，您最疼九儿了，为什么要允许他这么做呢？我也不想的，可九儿说了，我要不帮他的忙，他就自行解决。你知道九儿的，他的性子跟他爹一样倔。他就觉得他这十年的命是偷来的，无论如何都要把火种还回去救更多的人。我知道我拦不住他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没有痛苦的离开。
韩兄，这是九儿留给你的信。九儿说，她本来想给你留许多许多的话，但到那个时候，她已经没有力气了。韩正，不要怪我又骗了你。我很胆小，很怕死，但我更害怕因为自己想活着，害了更多人的命。到现在我都觉得，能与你相识，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明明活不了多久的我，偏偏因为爹爹的执着，火种的力量，活到了现在。我明明最是怕事，却阴差阳错接下童药案。与你相遇，原本我怕你的喜怒无常，你厌我的满嘴谎话，却因为健康长寿，我们不断靠近，了解彼此，喜欢上彼此。所以茫茫世间万千过客，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幸运了，又何必纠结于是否可以白头偕老呢？韩正，请你原谅我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定。如果不取出我身体里的火种，我只能救助雪姬一步，那其他亲人又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想苟活于世，偷走你族人的生命。在你漫长200多年的寿命里，我只是你的一刹那，千万不要为了这一刹那而永远停止。好了，你该放手了。我知道你会一直记得我的，但你也要放下我。
韩正，韩正，学生，你不能亲自跪下，你这样会非常羞怯的，韩正，快出来！韩兄，你的祈愿是你会有性命之忧的。韩正，我便让太太一起离开。韩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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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又是何苦啊？韩正。人生已是默契的圈错，思念如今正找有情人相伴，相惜为证。我与你前生共度，笑对漫漫长途，誓愿长夜伴你共享星途，梦里朝暮，目光如素，又交长如夜心无反顾。我与你此生共度，笑对漫漫长途，生死契阔用相守来倾诉。风随花舞，与人草木，一生一世牵一人的手，说好的一生一世，就让我们两个人一起遵守吧。牵挂做承诺的印证，好与你赴繁华的良辰，是命中既定的缘与分，岁月无双情深。我与你此生共度，笑对漫漫长途，相思熄火用相守来倾诉。风随花舞，本来以为我的死会是两族和平的唯一选择，两族的纠纷就此止息，百姓安居，而我呢，会以督察卫女英雄的形象被写到画本子里，流芳千古。但是韩征却拼了命把我救了回来。他告诉我说，你可不只是督察卫的苏九儿。恭喜恭喜啊，恭喜二位，二位给的钱，恭喜恭喜。太子殿下，嗯，这选秦王好威风，好霸气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。看，这幸好签了前七六月啊，要不然这哪打得过呀？哼，咱在气势上也不能输给他呀。这样，可以，相当可以。吃好喝好，锦霄城天气炎热，陛下和老师可还适应？陛下，陛下，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前人太吵了。哦，对，挺好用的，好使哈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诸位诸位诸位，那个新人马上就到了啊！是这样，咱们先进屋入座，好吧？啊！哎呀，里边请。
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是啊是啊。陛下，走走走。哎，请啊！来来来，请二人。干嘛？进去啊！哦哦，来来来来，还我。我觉得你比前人还丑。嗯，哎，芝兰，听说你赢了玄宗大典啊，提前给新齐王道喜了。太子殿下，正好我有事情要找你。前期六约虽然签了，但我有一些新的想补充，到时候我们仔细聊聊。今天啊，是韩兄跟九儿大喜的日子，还要聊公事啊？你不是太子殿下了吗？我平时见你一面可不容易，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。嗨，这点小事儿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新齐王。来了来了，殿下。没事没事，我好像是听错了。拜高堂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不对，韩正，我没有听错，真的有人在喊救命。那父王，娘，我们要先去救人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大家先不要散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走。哎，九儿，不是九儿，我现在不能秀秀秀了。到底结还是不结啊？我又没成过亲，我哪知道？妈，殿下跟普通的情人一样啊，现在。关你屁事！至少他们两个能够白头偕老，那很好啊。岳父，鼓掌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怎么把你给拉下了？我现在不太适应自己的身法呢。没关系，毕竟你现在拥有的可是全齐族最厉害的力量，短时间内适应不了也很正常。只对你偏爱，让期待不留白，不再徘徊，现在习惯依赖。
完你别装死啊，你快点给我退货。过来呀、啊、你、啊、老板，这可是你说的完结篇里面有破北篇，结果一个字都没有，您这货不对版啊。谁想剪出开你之间有暖意藏偏爱想和你朋友相处，这不还有一夜吗？殿下怎么是你啊？梦也算啊？那咋不算呢？哎呀殿下可不带你这么骗人的，退货。哎呀对对对，快快快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嗯，从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嗯，让我看。嗯，这个写的挺好啊，是吧？走现在习惯依赖，遥遥尘埃，独行的姿态，就校外奇怪与你装满怀，懵懂情怀，嬉笑间初开。你之间有暖意藏偏爱，想和你同游山川与湖海，水中出月影外肆意皆可爱，纵风雨袭来已给你晴空地带，你的笑随风悄悄入梦来，不醒时清醒有你在，想你后才明白了爱自有安排，寒夜静分依赖，流星一次明白，就笑成外拥你在怀，将恩怨往事化作尘埃，你和我的未来更值期待，懵懂情怀，嬉笑间初开，你之间有暖意藏偏爱，想和你同游山川与湖海，水中出月影外肆意皆可爱，纵风雨袭来已给你晴空地带，你的笑随风悄悄入梦来，不醒时清醒有你在，想你后才明白了爱自有安排，寒夜静分依赖，流星一次明白，就笑声悄悄倚在你怀，将甜蜜